其实之所以会愿意三十岁可以调休，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不在你计划之内。真的，当然不在计划之内。我也没有那么厉害，想说，哎，我八年后就可以退休。这应该任何人都没有想过了。对，只能说就是算是我的运气也还不错。我觉得运气其实很重要。就是我从22岁就开始去学投资嘛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交女朋友还蛮早，我女朋友就是现在的老婆。哦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她讲说，哎，那个我现在想要存自己的退休金啊。对。那以后我们不要去电影院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也不要去餐厅吃饭，好不好？来来，然后呢？通常我想说这样女朋友搞不好就会跑掉。对啊。然后想不到她就是愿意陪我留下来在图书馆。哇。就跟我一起看书。最会投资的是你老婆。他早上跟了他30岁就退休了。对，他想不到说就是，然后那时候我也跟他讲说，我10年后就能退休。但我你是说这样跟他讲？对，我嘴巴讲10年后退休，然后我心里讲，我应该也不一定可以达到。本来只是想撩撩妹而已，没想到。对，规划一个很美好的未来给他看。哎，我10年后就可以退休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只要先存钱，然后再花钱，然后定期的把钱给投到股票市场上，就可以退休。对，然后他也愿意就是陪我在图书馆一起看书。然后我就在当时看了研究很多投资的书籍，对，然后就一步一步的算是有朝目标迈进了。OK， 所以能够那么早退休，我觉得运气也很重要，有一个人愿意支持你，然后刚好过去爱情跟事业、家庭都很稳定。对对，然后等于你的工作收入也很稳定，所以其实你的心情是稳定的，你的投资绩效比较容易稳定。对，我觉得这很重要，比较不会说忽上忽下，然后受到你的情绪来影响这样子。那是存到多少钱？敢从警察的工作退下来，像我现在每一年的话，被动收入差不多有超过100万嘛，所以其实我的总资产是有8位数，就是有到了，对，千万以上，对，所以就是可以算是安心的退休，对，然后我太太还有那个家人也都有支持。